今年圣诞节，咱彼此啊来陪伴，互你家己着成做一个受祝福的囝儿。上帝的恩典，即个耶稣基督降生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佮借着你来祝福你身躯边的人。来，这个时阵，咱去甲咱四周围的人，甲咱边仔遐个姊妹，甲伊做伙哦，甲伊恭喜，先来恭喜。当咱传达圣诞恭喜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祝福，咱毋通看轻这个祝福，咱毋通感觉讲这个祝福无甚物要紧，伊这个世界。耶稣基督的出世就是带来这个盼望，带来带来救赎，也带来这个世间的和平。哈利路亚！真欢喜，咱会当做咱遮大家咱的合家团圆，哦，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咱做伙伫遮来庆祝啊，这个圣诞，咱用庆祝圣诞来吃做礼拜。今仔日的礼拜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咱三场礼拜吼，啊合作会，倒三场你敢知？啊，咱敢知咱教会平时咱礼拜咱有分三场吼，啊，有咱有儿童的礼拜，咱嘛有咱这成人的礼拜，咱嘛有这花艺的礼拜，就是啊，这比较少年的吼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三场礼拜咱合作会，咱做伙再来庆祝，像一家人同款，合家团圆。哈利路亚。咱今仔日要听见什么款的信息呢？当然要听圣诞的信息。今仔日我顺便跟咱分享，就是咱一个阮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出世的时阵，当阮的三博士来找伊。不过当我咧查经的时阵，我咧查经的时阵，我自细汉的观念，我拢感觉这博士有三个吼。今仔日无拄拄哦，吼无拄拄哦，这博士因找。这个阿妹啊，是甚么款的恶比呢？这个阿妹啊，为甚么伊要去找伊呢？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两千几年前的代志。这发生一个这个代志，这是当时咱来讲是一个新业，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。头一项，在圣路敢会出，敢会生囝，敢会生囝，未吼？哦，在圣路会到出世生囝，这就是一个。恶比，总是伫人做袂到的代志，伫上帝做会到，伫上帝做会到，所以或者在小路，伊无经过啊人的优秀啊，这个款式所产生的这个生囝的行为，所以这在小路来出世，这是一个新业，而且这个新业也关系所有的全人类拢有关系，啊，这也甲东方这不输因所做的代志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咱对博士的了解够多，咱对博士的了解够多。其实，伫圣经内面无足详细讲这三个博士因的来历，哦，甲咱讲因对东方来，对东方倒一个国家来嘛无讲。哦，咱唔知影三个博士因什么名，咱唔知影，咱嘛唔知影到底有几个。哎，足奇怪吼，咱自细汉咱的处理二唔是拢甲咱讲讲。有三个对无？我甲咱查圣经看卖，敢有讲有三个？哦，咱只是当哦对后壁所现的内面，黄金、女香对不对？哦，来看讲啊，这三项所以有三个。咱大家敢知影？当时吼，交通无亲像咱咧做方便哦，开车要到地就当到地。因当时吼爱租一个啊，咧。行的这个队伍啦，吼，则袂予这个半路予这个强盗来抢吼。所以当这三个士因要对咱们来挑起这个圣婴孩的时阵，咱唔知会当想象袂，因所出的人，吼，那一大队的人马唔知有偌济人，吼，可能还是有上百，吼，啊，唔知这个规个。啊，这个队伍有偌济，咱唔知影。啊，到底有几个博士，咱嘛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嘛唔知影，当时就开始，哦，开始行，嘛唔知影，因行偌久，行偌远的路，这咱拢唔知影。总是咱唔知，咱知影是啥物？因所献的礼物，对来讲是非常珍贵的，非常宝贵的礼物。咱看这三个博士，因安尼行行行。哦，行，
咱一箱中是三个哦，啊，所以有足侪迄个图嘛是拢用三个尔吼。哦，当然咧吹啊吹啊，到尾啊有吹着无？吹着啊，吹着。耶稣的降生的所在，耶稣降生的所在，伫马槽内面，因到尾啊就甲这个礼物来献了。哦，这个故事咱也是对一开始啊看到尾，感觉讲啊这个路程非常的顺利啊吼，啊够顺利。咱来看圣经，咱来看，其实无介顺利哦，哦无介顺利。哦，我今日对这个无解顺利中间，帮助咱对信仰顶面来思考。头一项，咱来想，为什么这个博士，这个博士在找耶稣？因有读熟圣经，因读圣经《但以理书》第九章，因有读到，哦，而且这但以理呢，因读古约内面，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但以理是一个王帝啊，去这个巴比伦，哦，啊，到尾在这个国家内面。真做一个足优秀的人，啊，非常的受到啊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，伊就大大来啊重用伊的人。啊，但是你伊阁有上重要一个恩赐，叫做预言，伊还讲唱舞，哦，就是伊也要讲预言呐。所以有这个恩赐，伊就写落来讲，有一个人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。有一个人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，所以咧，这博士吼，当因啊，到尾啊，伊读这句话了后，伊就得到一个感动，讲来，咱要来开始找这个要做犹太人的王，而且伊阁看，伊这博士伊阁看到天顶的星，哦，哇，迄、那个天顶星啊，当伊啊赢，伊就知影。这个人类的救赎，这个救世主已经出世了，所以因就照着这个星的引带，啊，对着这个星的方向，安尼行啊行啊行啊，到尾就行，来到一个所在，啊，在这个中间因来到一个所在，叫做亚撒列，啊，咱为什么知这个博士因会知影？将来有一个人类的救世主耶稣会出世，因为因有读圣经。哎，姊妹，当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你的人生一定你着光明，而且你有智慧，你着知影你的人生的方向要对倒位去。你着甲这博士同款，你会知影你的人生的方向要对倒位去。伫咱人有足侪人生，有足侪彷徨无助，哦，有足侪唔知影你人生方向要对倒位，甲唔知影人生的目标伫倒位。你有这种的经验，哦，特别啦，有足侪拄多出社会，啊，伊这少年家，啊，因自细汉父母甲因安排，诶，一种生活就是叫做读册。你只要读册，什么物件、什么代志都能做。你只要读册，哦，囡仔，你细汉的时阵，父母交代一个任务叫做读册，啊，什么代志都能做。出来代志拢爱做袂袂，爱着读，读到当时，真侪爸母讲，我甲你负责到你毕业的年纪。等毕业了后，等你踏出社会了后，人生的方向伫倒位？唔知影，唔知影。啊，我刚才要读册尔，我啥物拢袂晓。我刚才要读册尔，我过来要做啥？那较好诶。啊！因就会当哦，我的爸母有啥物款的头路，因在做啥物事业，就接这事业来做。啊，有诶较好诶，哦，头壳较清楚，就知影讲啊，我要甲我读册所学着诶物件来甲伊贡献出来。哦，我学啥物科，我就来做啥物科。都是有诶人读册是安怎？有学校通读就好，我毋知影我要读啥。哦，啊，我有学校通读就好，啊，毕业了后咧。我嘛唔知道我找什么样的套路，就找这样目标，啊，找那样目标。孩子们，咱有足济的时阵，咱唔知你人生的方向在倒位。我唔知你有这种经验，我有，我常常有这种经验。不过当我若有问题，当我若有困难，当我若唔知人生的方向甲目标的时阵，那就是我知影，我爱去较骨力读圣经的时阵，因为答案拢伫圣经的内。哦，咱的前途，咱若要看到光啊，咱就爱读圣经。来，咱甲下下一句话读一解吼。前途若要光，就爱读圣经。来，读一解。
前途若要光，就爱读圣经。圣经就亲像即个博士因看到迄个启明星共款，因就知影要往叨位去找因心目中，因要再找迄个救世主。圣经就是咱人生的方向，的引带，也是咱的一个启明星。有一句真出名的话吼，真出名的话叫做“树的方向由风决定，人的方向自己决定”。我唔知你讲我一句话无吼，阿哥，我要问你咧，你的人生咧有什么决定？你的人生有什么来决定？你讲想要讲你的人生爱有什么样的快乐来决定？今日咱圣诞节，咱搁一届拍开你的心门。邀请耶稣降生在你的心内，在你的生命中，把咱来做伙来讲，咱的人生由耶稣来决定。来，咱再讲一次，咱的人生由耶稣来决定。耶稣就是你的救世主，耶稣就是你的启明星。你的人生的方向由耶稣来决定，特别是一个基督徒。伊是一个军队基督的人，伊毋是伫这个世间蒙蒙渺渺，嘛毋是这个世间乌白队，嘛毋是伫啊人个对人个斗闹热，人济所在就去，咱毋是。常常煞电都是得病，煞电都是得病，因为主耶稣伊捌讲，一个通永生，一个通永生一条路呢，是啥物？毋是一条济济人找到的，迄条路是歹找，佫少人行，佫矮。啊，毋过迄条路咧是永生的路，所以咱人生的路爱由耶稣来决定，毋通斗闹热，毋通对闹热，人咧看咧行，咱就咧行。啊，毋过咱来看这个博士吼，咱知影博士是做聪明、做智慧的人吼，毋过做无彩咧，伫圣经内面嘛安尼讲哦。伊嘛伫中途找唔到路，找唔到路。那是吼，按照这个普通人吼的思考吼，的思考吼，讲，一个人类的救世主吼，应该出世什么所在？应该出世吼，应该是伊唔是迄个皇亲贵族啦，啊，无是伫一个出世伫一个足出名伟大的人的这个家庭内面啦。可能伊安尼想哦，所以当伊安尼对着迄个星的出路，行到你个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就知影讲一定是遮。耶路撒冷是当时，亲像咱即摆迄个台湾的首都同款，台北同款吼，是当时迄个所在的京城首都啦吼。所以就想讲即、這个耶稣应该出世遮啦，好啦，免揣啦。唔免找啦，来到遮安尼，咱就来探听，遮附近敢有人迄个会晓来出事啦吼。所以我甲因做无菜咧，因对着星的出路，行到耶路撒冷，因就无去继续看。哎，即摆我毋知你敢有种经验无？问路、找路，还是讲要找一间店啊？要找一间迄个好食的店，还是要找一个风景区？咱。你对迄个电脑，咱找迄个 Google 啊，还是讲迄个导航啊，还是讲咱共问路啊？咱问到一个大方向了，咱就掠做讲咱找着这个所在啊。你有种经验？敢有？我看足侪点头吼。当恁等下咧对着咧找路找路找到遮的时阵，我想讲迄、那个所在头前足侪人，我就伫迄个所在咧。有一届我的朋友吼，甲我报讲吼，迄、那个屏东吼。有一个很好吃的这个牛排火锅啦，到阮去吃饭的，有唔知是去出去，就是去到伫迄个屏东遐，就想讲，朋友安尼问吼，讲伫屏东夜市内面有一间很好吃的牛排火锅吼，叫阮就安尼去啊吼，去找，哇，有够侪间啦，伊迄个所在，你三四间拢是迄个牛排火锅啦，阮就来看到一间生意上好，阮就想讲一定是生意上好一间啦，我就去伊食，食食啊，无啥物好食嘞，无介好食嘞。我来跟朋友讲，即种的水准吼，台南的吼，较多家啦，台南的过来计嘛比即间较好食。
伊就甲我讲，啊，你是去倒一间啊？我就吼，用迄个相片来看，讲啊，一间啊。伊就甲我讲，你走唔着经理啊？你走唔着经理啊？唔是迄间啊？我讲啊，迄间，不过我是看人坐迄间啊。我阿姨就甲我讲吼，迄人坐的店无拄拄是好食的店，吼、哦，伊又讲你走唔着经理。有阵时啊，咱找路嘛是同款，咱就想讲哦，头前啊，迄个所在咱一定找着啊。不过，却唔是安尼。咱这，咱看到这故事吼，因就是安尼找啊找啊，我找来到京城，找来到第二个山岭，因就想讲耶稣一定出世伫遮，因就四界探听，结果因安尼探听探听了后呢，我。转去哦，迄个希律王知影，恁想看卖啊？我这个印证，我拄只所讲的，确实有几个，不是拄多三个哦。哦，那三个哦，可能阁无啥物款的造成啥物款的骚动哦。一定有一个足大队的人马，有足侪人一排行城。啊，人会一定来问讲，哎、欸，你这么侪人来，这创啥？伊就讲，我要找耶稣。哦，迄、那个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，已经出世啊。你想看卖，当时的希律王对到危险，有危险无？绝对足大危险。这人咧想讲，这个人出事啊，伊要来危险我的王位，哇！对我做王做总统一定有危险的，赶紧要来解决当时，哇！所以就赶紧来找，唔但不输找，希律王嘛咧找，结果伊用一个上个残忍的方法，就是讲当时出事。哦，认为伊还会啊，拢家偷死，哦，所以即个囡仔会死哦，拢是不舒服的啦，哦，啊，过来呢，因知影因找唔着路啊啦，因找唔着路啊，当因知影因找唔着路的时候，因就悔改，悔改，伊就来到你，哦，佮佮来到你圣经的内面，今仔日我要透过即个不舒服来找唔着路，我要来帮助咱大家来思考。您敢捌找唔到路过？在您的人生，您敢有对唔对的方向过？我要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，今有偌济人靠感觉是来找耶稣？那有足济人不是靠感觉在做代志，对无？哦，我起码是我若惊，我做代志我就欢喜，哦，我就做啥代志我就好爽。啊，若起码是无欢喜，我啥代志我就无爱做。哦，今偌济人是靠感觉来追求信仰？今日我感觉好，我就来做礼拜；今日感觉唔好，我就来无来做礼拜。我今日感觉好，我就有灵修；我若感觉无好，我就无爱灵修。今日偌济人是靠感觉来找耶稣，甚至有人是靠感觉来找教会。有真侪人伊咧找，伊是靠感觉。有时我家己咪靠感觉咧，有时我嘛有灵命哦，低潮的时阵。有当时啊，我嘛有拄到哦，无想要读圣经的时阵，而且我要甲咱大家讲，你如果想要读圣经的时阵，就是你需要，你更加需要读圣经的时阵。阿妹，会记住我一句话，你什么时阵你无想要读圣经，这个时阵就是你愈需要读圣经。所以真侪人是靠感觉来找耶稣，亲像这不输同款找唔到咯。有真侪人来到教会是靠感觉。有真侪人来到教会是靠感觉来，甚至捌有人讲哦，来到教会，我讲牧师，我感觉吼，我台中市的教会拢找过啊吼，我感觉吼，咱的哦，恁的教会迄阵也袂哦，真侪人中间来求助讲，我感觉恁的教会吼，是我感觉磁场上强的啊，哦，有人是看磁场，我问下迄是要看的磁场，有人是看迄个属灵的感动的开啦，甚至有人。有什么人在吃？我来吃，是对人来的。因的目睭，因无注视伫耶稣，因的目睭所关注的对象不是耶稣，所以当伊安尼对，伊是靠感觉来的。我甲咱讲，那是靠感觉来的，我袂拄到。那是靠感觉来的，有时咱拄到迄个感觉无好的时阵。我就会灵性会软弱，哦，我灵命就会拄着哦挫折。这时阵我就无爱看耶稣，这拢是有对的。
哦，我希望咱今仔日你通去看所有其他的生命观的代志，你就注视看耶稣。来，咱对老师讲，注视看耶稣。你是注视看耶稣，你不是注视看人，你不是注视看这间教会的环境，哦。所以以后等咱教会人殿堂的时阵哦，咱可能会借用一个不是礼拜堂所在聚会。哦，啊，所以就夜阵咱嘛爱入来，哦，所以咱不是目睭伫看人，也不是看身份地位，不是看环境，咱是注视看耶稣，阿妹，注视看耶稣，你才会看到你人生的确实的方向，确定的看到你人生确定的目标，才会开始正确。哦，爱设计唔通对唔对？今仔有真侪人来教会，伊就是对唔对方向，对唔对目标？所以伊对，对唔对是，哦，对唔对是咱啊，勿紧啊，上帝嘛，互咱有机会啦，哦，若对唔对，安那，佫互咱有机会悔改，哦，悔改佫转来就好。咱看这故事，伊受圣经的引传，佫转来到伫正路，哦，这段路中，啊，因佫看到佫重新佮现圣经，讲我为甚物找唔到路啊？伊佫来继续看，哦，记载伫马太第二章第四章到第六章，特别。伊读到伫彼得书五章二节，来，咱做来读这段圣经，来请。彼得行伊约翰，伊伫犹太这城中间做事，将来要有一位对伊拉出来，伫以色列中为我做掌管的。伊的根源对古早对太初就有。彼得行是一个庄卡所在，不过庄卡所。确实会当出伟大的救世主。这个救世主不是对京城耶路撒冷出来，是对庄卡所在出来。有一句话讲：英雄唔惊啊啦，出身低。来，咱再讲一解：英雄唔惊出身低。所以咱人看起咱家己吼，我今知影有真侪人，你的出身的背景，你可能是上家啊上乡的家庭出世的。不过，偌济人是靠着你后天打拼努力，才有如今的成果。哦，咱唔通甲咱家己看衰，唔通甲咱家己看无，咱来甲对咱家己有所期待。哦，所以英雄一定要出身低。毕竟，唔是一个足出名的所在，总是温柔对伊遐出来。所以，即个不是赶紧对行着路中间，赶紧因查讲，哎，我们走错路了。赶紧就回来到你正路顶面。哎，因为当你行唔到路的时阵，你得爱去回来到你圣经的内面。圣经来支持你的策略，会当保证你人生的方向，引带你向前行。我常常会甲啊，我身躯边会遮亲人吼，变成一句话。啊，因阵咧晨光浇水吼，我咧去甲好，我甲小朋友讲，哦，小朋友，啊。我们的人生要设定方向跟目标，哦，啊，你若设定正确的，你的方向若是正确，慢慢紧，总是会到。因为我看了足侪囡仔，因伫细汉的时阵，因有一句话限制因的啊人生的出路，哦，叫做人生早就输在起跑点，哦。啊、哦！人生早就出世伫起跑点，有真侪囡仔对伊家己做无信心呢。哦，因为出世伫一个送养的家庭，伊看到别人哦，拢有通去佚佗，有通出国，啊，有通去食好料的吼，啊，有通啊去堆去堆，啊，有通有足侪啊，即、這个投爸母的投资，为囡仔做细汉，为伊家己的出世，伊真感觉真秘密。我拢甲即个囡仔鼓励讲，阿囡。抓住目标，目标若抓到，你走路较慢慢紧，总是会到。不过哦，你目标若抓到伊吼，你速度紧，只是会加速。啊呐，你会错。哦，所以咱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只要人生的方向对，咱就一定找到。最后要甲大家讲，你人生的方向你有抓到无？你有正确无？你有倒来到你正路无？你今仔日你的信用有足坚定啊，信靠耶稣无？如果你若感觉有，你若感觉有，我要恭喜你，因为你抓耶稣抓到底，
耶稣往倒位去，我就往倒位去。来，讲一解。耶稣往倒位去，我就往倒位去。那耶稣爱咱，无爱咱去的所在，咱就卖去。耶稣叫咱歇歇，哦，的所在，咱就卖对呀。今仔咱爱念耶稣做目标，对耶稣对条条。哦，那念对话去，咱阁有机会得着。圣神即马感动我，圣神即马感动我。哦，讲伫咱的中间，哦，有人伫你人生的中间，你足后悔，你捌做出什么款的观点，互你即马你足后悔，你人生行唔着路，你人生对唔着归向，你的人生的目标，你真后悔，你行偏去，阁勿紧。听圣神感动牧师，感动我，要来祝福你。啊，望你会当赶紧及时倒来到底对准耶稣基督的这条路。所以等下我要为着啊，这个人来祈祷。所以等咱找着耶稣了后，咱就爱亲像这当中的牧师同款，来敬拜伊，而且爱甲上好的献给伊。哦，可能你会讲啊，我拄着耶稣啦，我啥物件当献给伊啦，我无亲像迄牧师吼，伊会当献迄个黄金啦、哦、珠香啦、啊宝石啦，我无即个物件，遮贵重的物件当献给伊啦。哦，可能你嘛会讲啊，我无钱啦。不过我甲你讲，最后所要爱你献啥物？来，咱主来讲，献上我的心。再讲一解，献上我的心。耶稣基督。你献上你的心给伊就好，你当献出你家己的时间啊，参与服侍，会当去传福音，会当甲主同行，甲你认为你上好的献上，一定会得到主的欢喜哦。哦，上帝伊所欢喜的就是你出尽心尽心的奉献。啊，如果今仔日吼，上帝伫金钱顶面甲你祝福，啊，互你有会当亲像迄个朴素感官，会当献。这是贵重的礼物哦，安尼你爱感谢，咱做来讲爱感谢，啊，今仔日上帝人开祝福你，就爱感谢，哦，咱就应该亲像这贵的牧师同款，把这个贵重的礼物献给主啦，哦，因为当咱愈感谢的时阵，主所对咱的祝福啊稳定会愈较侪，啊，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嘛伫倒位，咱会要献出咱的心。有偌济，咱的财宝就有偌济，哦。你把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啊，今仔日拢会当找，亲像朴素同款来找着主。朴素最后有找着主无？有。嘛，无算只，祝福咱大家今仔日拢会当来找着主。找着这个主了后呢，将你上界宝贵的啊来献给伊。咱找着主了后，咱爱敬拜上帝，啊，爱敬拜伊，对伊来表白，而且把上好的献给伊。哎，因为今仔日是咱足欢喜的圣诞的主日，今仔日咱来遮，你敢是足单方面的想讲，我要来领一个圣诞的礼物，安尼样呢？我想不是，今仔日你不是单方面的要来领圣诞的礼物，今仔日你是双方面的，你要来把你上好的来献给咱的主耶稣，哦，但今仔日你当你把你家己的上好的献给主耶稣了后，主耶稣也就大大将伊的救恩、伊的恩典、伊的福气、伊的疼痛，佮对伫你的福分大大赏赐予你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我大家做伙来记得，今仔主耶稣，我找着你啦！我真欢喜，我找着你啦！我看着你，就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你不只是只有一个红影尔听。你更加已经长大，在我的生命中间，你已经成做我的救赎主，成做我的人生的引导者，成做我的人生爱常常下去为至好的朋友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只有对你对条条人生的方向，我就永远领受福气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。